但我在看这個台北的城中校区公园，真正去过，这是一个桃园的个案，去遐参加研讨会。校方表示，这较真正不是因校校的人，啊，同工嘛无同学的师生伫咧遐，是要求这100多名的师生会当先进行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，有来做这 PCR 采检。桃园机场群聚感染扩大，东吴大学十九即天接到通知，讲16伫个城中校区有确诊者的卡者，这是桃园个案18116。校方表示讲，迄天来出借场地办活动，确诊者毋是学校内底的人，嘛要求百外个师生阁爱做14天自我健康检查，阁爱来做采检 PCR。16号办完活动之后，到19号那天上课之间。中间都没有人在使用那间教室。5点钟的时候，刚好那间教室是有一个在办一个活动的，有不少学生在那里面，因此就希望这个短时间之内都不要出来，确认自己没有问题再说。还好，学校里面一样人啊，就感觉还好了，对吧？就做好防疫措施就好了。对。校方表示讲，伫个活动迄一天是假日。并无学校内底的师生入来内底。伫16来出借场地了后，嘛随来甲做消毒，并且负责场地消毒的这个工友，因为这个轮班的关系，这几天嘛拢无到学校。校方嘛有请因暂时较慢爱入来学校，并且爱去病院来做 PCR 的检查。针对外界批评讲台北市注未着高端疫苗，郭文哲是讲台北市上届欠缺的是莫德纳。我跟你讲，台北市预约不到莫德纳的更多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看报表，天哪，那莫德纳还缺这么多。双北一甲中央化休工都爱来设置疫苗护照。中央伫个20日来公布疫苗所为证明的有效，办批要伫个21日即天来开放申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